你怎么这样才叫？你怎么这样吵的？我跟你才是朋友呢。像爸爸，爸爸到爸爸大了，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一样，那样的冰箱。我有见过的冰箱，你问我干嘛？这样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朋友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仇人？我跟你才是朋友呢。你问我他妈要你干嘛？老大，我可以投诉你吗？这样子不能说，他这就是你的。你留电话给我。不用，我现在打，我现在马上跟他说。啊？我看你多厉害！我答应你，他不要。不要。这个人攻击我。我居然接到了个这样的订单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是之前备注忘删了吧？晚上十一点了，我居然接到了个这样的订单，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备注啊。他说骑手过来的时候，顺便在楼下超市帮带两箱啤酒。我知道你们骑手是可以看到的啊，然后别给我装傻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骑手啊。然后我看到你那个备注上面写上带两箱啤酒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是之前备注忘删了吧？还是现在备注的？我现在给你，我需要你给我带两箱啤酒。这个可能有点难办哟。怎么了？这个有点难办的，带啤酒吗？赶紧找个超市啊！不是，两箱啤酒，三四十斤，然后你还住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你觉得这事儿很容易吗？我感觉很容易啊，你赶紧去买就行了呗，我这边着急断了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能不能意思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还带点东西，带点啤酒还要钱？我们这送外卖的，他没有规定一定帮顾客带东西是吧？然后你这个带的这么多，带了就不投诉，你不带肯定投诉，钱给你。不带，你投去吧。打算给他送了，我等一下就去商家把这个钱给他，我把这个餐买回来，然后回家带给我妈吃。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活着吗？为了救你，我赌上性命跟死神搏斗。呀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活着吗？我已经到地中这里了，加油！为了救你，我赌上性命跟死神搏斗。只要能成功救到你，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呀！表，我到了吗？我到了吗？你在哪里啊？表，怎么没见你回我？不要啊！只要我那电动车飞耶飞耶，最终二十二分钟就完成了那个订单。大家比较关心的呢，就是我那个表的情况。我那个表呢，它是一个女生，是一个漂亮的小妹找来的。但是呢，他在那个美团上面下单买药嘛，他私信跟我说他很急，他被蛇咬了。我当时是感到非常慌张的，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英年早逝。于是在路上，我非常拼命骑着我那台烂电动车去了，开哎开哎。路上呢，我还一直想着，你不要倒下，一定要坚持哟。同时也不忘记在私信那里给他发一些振奋人心的话语。让他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定不要死在那里。最终呢，我也是成功英雄救美。我到达的时候，那位小姐姐看起来非常的开心，还能跟她的小姐妹在旁边谈笑风生。这样一来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活着吗？为了救你，我赌上性命跟死神搏斗。只要能成功救到你，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。呀！怎么没见你回我？不要啊！